先做長記先啦。咁嚟講啊，做咗有成四五部戲咯。咁就升咗做副導演。啱先咧，就之前咧有個副導演咧就係、是升做導演。咁啊有位啦，咁啊一級跳咯。咁就係做到1984年，幫佢做副導演做到1984年。咁我轉咗做製片啦，就幫佢就做咗一部戲嘅製片啦。其中一部就係呢部啦，《妖魂》就係我做製片嘅。就舊年就再過嚟呢個天影度幫手係呢個處理啲邵氏嘅舊嘅經典電影啦，做呢個搜集資料啊。同埋做好多宣傳啊、發展嘅工作咯。